那可以公布一下这一组的价格大概在哪里吗？可以，目前市价定价在。好，现在呢其实有点紧张，因为刚才呢跟朋友约了一下，等一下要去他店里面看那个 GK 公仔。我除了要带这台主相机以外，还要带这台相机，两个电池应该还 OK， 都有 80% 左右的电力。等一下就直接过去看。然后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间拉雅。其实如果说在早期有参加过我的聚会的朋友啊，那一间拉雅呢我好像办过两次还是三次的聚会活动，就是那一间拉雅在和平医院的后面。我会把它的地址呢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面。如果说到时候亲自想要去看看那个 GK 公仔的，或者是看有更多的公仔的话啦，都可以直接自己过去看看，也可以顺便去吃个早餐，好不好？那等一下呢我就直接过去他的店里面啦， GO GO。好，现在进到拉雅早餐店里面呢，果然看到了非常震撼的一座。而且呢现在的时间因为是已经打烊后了，我特别跟老板大大呢约了一下，就是要下班过后然后再过来就是拍摄，这样子人会比较少一点啦、那这里面的公仔 GK 公仔真的是好震撼啊。而且更震撼的是老板居然说他们家还有很多就是都摆出来的，而且放了很多很多的柜子，真的是疯狂热爱的那种程度。那我们等一下呢就邀请老板来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些 GK 公仔好了。第一个我要来问的就是啊，目前为止这边看到的有1、2、3、4、5、6、7、8、9、10、11，总共有11组比较大组的 GK。 然后我现在最好奇的第一个问题是哪一尊最贵，然后请老板来稍微介绍一下。我现在介绍的是这一尊多弗朗明哥 GK。 这个是最贵的吗？对，没错，它现在是目前最贵的，因为现在它的体数少，然后很多人想要收集，所以自然它的价格就涨幅比较高一点。这个看起来好震撼哦，因为它旁边这个都一根一根的，这个它的能力比较特别，它是线线果实能力。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蛮经典的大招，它叫神珠杀。神珠杀，对，他换了这个招式以后，对，跟四丹鲁布对打，目前最强状态。对对对，之前最强状态，最大只的四丹鲁布，对，跟他用最后一招对打。哇，所以代表这一个角色是真的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角色。下面这一些小人物啊，这些小公仔，这个也是他本身这一组 GK 里面就有加上去的吗？这小人物都是他明哥家族的干部，所以是我自己挑选把它放进来的。哦，所以它是另外额外再加进去的，是自己再摆的公仔。是，没错。那可以公布一下这一组的价格大概在哪里吗？可以，目前市价定价在32000左右。32000左右？是的，没错。这样子一组公仔要32000左右？对，没错。32000哎，真的是一个月的薪水呢。其实我自己也蛮震撼的，因为对于这一面墙啦，目前为止问到最贵是32000。那如果假设其他的以便宜一点，2万多、1万多来看，哇，那这一面墙就10几20万以上哎，非常惊人。第二支我比较有疑问的啦，就是这一组，这一组它真的长得很像那个蔡阿嘎之前开箱过七龙珠龙拳爆发那一组哎，造型很像。哦，这个角色是索隆，那这个还蛮特别，是他放的招式是龙卷风的招式。这个龙是由虚到实去幻化的，代表他的招式这样来呈现。其实这一尊是很厉害的。哦，所以这三个三头龙、三条龙，这个它是由虚到实是不一样的状态吗？它是由三把剑做出来的效果。哦，所以三把剑就是三条龙的意思。是，没错。哦，哇塞，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它整个做工啊，那个手部的那个肌肉有没有，还有那个青筋爆筋的感觉，整个都有做出来。是的，没错，非常非常的厉害。像这样子的公仔啊，它会不会有一个限量？这个东西都是我们跟代理商预购，那它也是限量发行，它大概以数量来讲的话，这样一组通常是在多少的数量左右？大概在200到300体左右。200到300，是在台湾的部分是200到300体。哇，这样子其实还蛮珍贵的感觉，难怪价格会特别的高。因为这一组其实市面上其实大家都喜欢，那释出的人少，所以很多人喜欢这一只，那价格也是在往上升。
再来呢，我看到这个鲁夫有好多只哦，好像都造型不太一样，有一点变身的感觉。这一尊的话是什么名字？这是黑珍珠出产的鲁夫，它是一到四档。它每个形态对，所以它都有做出来。哦，所以它下面这有写鲁夫一二三四哎，它上面这个真的好帅哦。那这一组这么大组，它的价格可以方便透露吗？当初购买的价格，当初购买在18500含运费左右。18500，哇，哈哈哈哈，这个也要将近差不多半个月的薪水左右了，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啊。再来呢，因为它这边的公仔真的有非常多的数量，庞大，真的非常庞大，大大小小的，尤其是那小只哦，其实也都穿插在其中。那我刚才有稍微问了一下，其实那些小只的有很多也都是 GK 公仔，我等一下还要去问两组，应该说是三组才对，但是其中一组呢是单一一组，然后另外两组我有发现他们好像是结合在一起的。好，再来就要来问的就是这个了，因为这个我觉得他还蛮帅的，他除了公仔本身人物在前面以外，后面还有一个很像他召唤出来的那种角色，下面还有两只龙，所以这只我真的觉得超级帅的。这只是什么角色啊？这只叫艾涅尔，他果实能力是轰雷果实，那后面那个你看到很像神像的，那是因为他放了招式，召唤出轰雷的能力，然后一个神像做出来的动作。哇，这一尊真的超酷的，好大一个哦，而且后面整个都是那种云雾缭绕的感觉，就是整个底座啊到后面整个都是那种云雾的感觉。他这种是类似在天上那种吗？而且前面还写个神。没错，他当初因为他这一篇航海王是在空岛，那他其实是一个神的一个角色。看这个 GK 公仔，光是看那个肌肉，哇，光看到那种皱褶非常过瘾。然后这个啊，这个怎么没有头？其实这一只是这个月才刚到货的。我在订购的时候，他过来没有头，是因为他头发已经断掉了。来买早餐的客人，他们都会特别转过去问老板说：“这只公仔这么特别，怎么没有头？”就是只有它，我发现全部只有它没有头，大大小小真的只有它没有头，很特别。这一颗头已经送还去做维修，那他会补一颗新的过来，预计两周后就会到，那再装上去给大家看。好，那到时候呢，再来看看它的一睹它的风采。最后啊，我要来问的就是这两组了，因为它的这个手哦，哇塞，这个比例尺真的实在是差太多了，而且这两只我有发现一个共同之处。再来的还是请老板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两组公仔。这两只公仔其实是同一个工作室出品的，他们是目前涨幅最高最快的一组公仔。涨幅最高最快？对，没错。所以两倍以上吗？两倍左右，因为两倍左右了。当初订购的人比较少，那因为实体出来，大家看得很喜欢，因为它的肌肉线条、它的血管真的做得特别的明显，然后细部也做得很好看。这个地台是在冰火岛，索隆斩下龙头，鲁夫把龙的身体压在地上。这是一个经典的画面，其实还有第三只准备要发售了，它是香吉士，之后会特别介绍，也是跟他们是属于同一组的。没错，是龙的尾巴是在香吉士是一起的。哦，因为我刚开始注意到这一组啊，其实我看了很久，看了它的这个地方，很像魔物猎人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发现怎么他没有头，一直在想说他为什么没有头，结果看一看就看到隔壁的索隆这边啊，龙头怎么好像在他下面，因为那个颜色很符合，所以我在想说他们两个该不会是同一组吧。对，他们是同一组去设计的，那只是分段出公仔而已。那个时候买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是一组，然后这样子是一组，未来相吉士就是第三组这样。是没错，而且这个比例是固定的，是四分之一大小。你看起来人物比其他公仔还大，那就是因为他们的设计是这样子的。还有它特别的地方是烟雾的效果，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烟雾实体的感觉。做得很特别。好，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边呢、真的是有非常多很酷的这种 GK 公仔，而且大大小小的真的非常多。除了这些公仔啊，都是万元以上的以外，这一个柜子呢，就是特别定制的柜子，也高达25000块左右，真的是非常恐怖惊人的收藏。对于我的那个游戏片来讲啊，其实这个才叫真正的收藏。而且整个摆在店里面啊，我觉得光是打开那个灯的那一刹那，我都觉得
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所以呢，如果说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弯过来这边吃个早餐，而且可以顺便来欣赏一下老板自己的收藏。好啦，今天影片从头到这边就结束了。喜欢我的影片的，记得在下面点赞，并且分享，也别忘记点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洛卡，我们下次见，拜。哇，这个箱子太惊人了，这箱子真的超级大的耶，这个居然是单一组 GK 的箱子而已，而且超级无敌大的。那里面打开来，我刚有好奇又问了一下，里面是不是有还有分很多小箱子？然后老板有特别讲了一下，它里面其实就是把它分成宝丽龙三个等份，里面会把配件拆开，就是各自放开，然后跟底座吧一起分开来放，而且加上其实这样子的保护啦，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哦，应该可以比较能够让这些公仔安然无恙到达我们这些收藏者的那种手上。